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区新闻广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主要内容。最近啊，我市的一个小区里推出了共享停车位的举措。那么这个小区的停车位究竟是怎么共享的，一会儿我们就来看一下。近日啊，有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说，615路公交车已经变成了运海蛎的货车了，这到底是为什么？稍后来看记者调查。一位患者这个因为水中毒和医院产生了纠纷，是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呢成功调解。警方在环岛路上夜查，四名司机因酒驾醉驾被抓了现行。好，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说的就是邻里之间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为了解决停车难的问题，最近呢，我市的一个小区的居民啊，群策群力开始推行小区停车位共享。那么这停车位究竟是怎么共享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小张的朋友是江山地景小区的业主。日前，小张开车来找这位朋友泡茶。来之前，小张的朋友就在小区业主群里把小张要来拜访的时间和停车时长告知大家。等到群里有业主回应同意后，朋友便把小张的车牌号和提供临时停放的业主车位号码报给小区物业。当天下午4点，小张的车子便顺利驶入小区地下车库停放。过来找朋友啊。那您是准备在停多长时间？两个小时左右吧。那事先有沟通过程吗？有啊。经过他们的同意。对，他说这边可以停，很好啊，很方便了。据介绍，江山地景小区是去年3月份开始试行小区停车位共享的。平时上班的业主们通常早上8、9点就出了门，得等到下午4、5点才回来。这段时间他们的停车位都是空着的。而另一些没有出门的业主，如果有朋友开车来拜访，车子不能进，小区外面又不能停，停车难就成了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公共的停车位置，而且如果是停在小区外面，它又是不合法的，一下没有车位的会阻碍到那个通道，会有大家会之间会语言上会有点什么的。考虑到平时一些业主的停车位闲置，而有需要临时停车的业主却又难有合适的停车位，大家一合计，不如把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免费提供给其他有需要的业主，于是便开始推行小区停车位共享。渐渐的，这一举措得到了越来越多业主的支持和响应。现在非常好，客人一来了，我们会在群里面就说，业主上班的或者是有空闲的车位，马上就说啊，停我的车位，停我车位多少号多少号，就会大家很踊跃的跟踪到点，你停在这边是不是停在你的位置？如果不是停，我们会给劝导。那其实人在贵在互动，在交流。我们小区邻里之间的关系也都处得很好。通过整合社区资源，不仅盘活了平时闲置的停车位，也让业主们养成了生活上互相搭把手的习惯。其实社区管理不仅是物业的事儿，也和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位居民息息相关。只要大家能够多一点爱心，多一点奉献，我们的小区也将变得越来越和谐。本台记者报道。615路是同安的一条区内的公交线路。近日呢，有市民向我们反映啊，每天早上来自丙洲村的一些卖海蛎的商贩都会提着一袋一袋的海蛎坐这路公交车，对乘车环境造成了影响。影响有多厉害呢？来看记者调查。早上6点半，记者在同安区丙洲村村口等到了一辆615路公交车，此时车上已经乘坐了几名乘客。在车厢中部，几袋垒成半人高的海蛎非常明显，散发出的腥味充斥着整个车厢。海蛎是要拿到哪里去卖？到同安呢？在同安去卖啊？哎哎，每天都是这样吗？对呀，啊，没有，那是为了生活嘛，对不对？只能坐公交车到那个市场。对呀，没有其他办法吗？没有啊，要用什么办？没有什么办法啊。像这样会不会影响大家坐车这一方面？会不会有就是大家说的？影响会影响一点，对不对？那还是没办法了哈，可能会有影响的。记者了解到。从每天早上6点的首班车开始，一直到7点左右，丙洲村的十几名海蛎商贩都会陆续带着一袋袋一篮篮的海蛎，乘坐615路公交车，途经20-30个站点，前往同安老城区赶早市。这已经是他们多年的习惯。
由于路途较远，也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在他们看来，把公交车当成货车，这是唯一的办法。如果没有坐公交车，不会到。到不了哈。嗯，到不了。到不了。那您坐这个公交车坐多久啊？这样每天这样。嗯，有几年了。有几年了。嗯。乘客说的一些，比如说味道啊，或者位置站位置啊，你们能理解吗？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们也有一些不容易的地方，对吗？对呀、啊，很不容易呀、啊。一开始车上乘客不多，这几袋海蛎看起来并没有显得很占地方，但是当公交车上变得越来越拥挤时，海蛎给乘客们带来的影响也就显现出来了。对于这样运载海蛎的情况，车上的乘客又是如何看待呢？记者采访中发现，有人觉得商贩生活不易，表示其他乘客忍忍也就好了，有的乘客则认为这就是不文明乘车的行为。像这样就是海蛎上车的这个情况经常碰到吗？有，经常碰到，也差不多每天有这个时候就有这个出现。客人多的话那肯定会有影响，那正常的情况下应该还算大家都知道，说这条线路因为产地在那里哈，这条线路肯定有这些肯定会有。公交车是做那个我们关那个人的嘛，是不是？不是说拉货的啊，是不是？所以你觉得这个怎么办呢？这个的话要看他们安排了，是不是说我们怎么办是吧？就像最后一名乘客所说的啊，公交车是坐人的啊，不是拉货的。在厦门公共交通的乘车规定中就明确，严禁乘客携带妨碍乘客安全和健康的物品上车。对此呢，同安公交方面又是如何表态的呢？我们继续来看。刘师傅是615路公交车的一名驾驶员，对于615路常年沦为海蛎车，他也有道不尽的苦水。他说，刚刚那一趟车我们看到的情况算还好的，有时候车上的海蛎多到下不去脚，腥味更是浓烈。这种人货混装对乘客隐患安全隐患非常大，一个不小心跌跌碰碰就摔倒了，那还是算我们驾驶员的责任。所以你也有苦衷对吧？对呀，每天如果像 刚才我们还要自己清洗乱七八糟的那个都海蛎壳特别多，特别是夏天的味道更重，你看人多的话很受不了，腥味太重了。刘师傅说，此前他们有进行过制止，但是劝导根本不起作用。那么公交集团方面有没有采取相关措施呢？记者来到了厦门公交集团同安公司了解情况。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615路公交车的这个老大难问题，他们一直有接到乘客的投诉，但是让海蛎上车其他乘客投诉，不让海蛎上车秉州村的商贩们又坚决不干。从公交运营方来说，装运海蛎不仅影响到了其他乘客的正常乘车，而且对公交车也带来了很大的损耗。这损害非常大了，本身一个车厢板用5-6年没问题的，包括这个车厢的侧面板，现在2-3年因为这个高盐度的腐蚀，整个车就不能再用了。我们已经无数次和村民沟通，说不能再把海蛎带上车。另外我们和村镇都经过好多次的协调，但是根本没有什么收效。同安公交方面态度明确，公交车是便民的交通工具，但是少数人不能因为自己的便利利用公共资源给615沿线绝大部分民众的出行带来不便，这是不文明的乘车行为。因此他们也即将开始新一轮的整治，希望能起到效果。我们现在夏天马上到了，这个整个615线路民众的出行更会带来更大的一个困扰，那接下来我们就将会采取一定的措施。你比如说不符合停车条件的这个站点，我们公司你打报告啊，不再进去进行运营。第二个，要通过一定的手段禁止海蛎再到我们的公交车上。本台记者报道。去年8月，市民刘某呢因患肠息肉到我市某三甲医院就医，手术前按要求他服药清洁肠道，但排便呢不达标，需要再多喝水，但是医生没有明确告诉他要喝多少水，需要注意什么，于是呢刘某就喝下了大量的水，
结果造成了水中毒，并产生了医患纠纷。刘某发生水中毒后出现了抽搐、昏迷，并产生了并发症，引起肺部感染等问题，治疗过程持续了4-5个月。对此，患者家属要求医院赔偿刘某住院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约10万元，而医院方面则认为医生属于正常治疗，双方因此产生了医患纠纷。多次协商无果后，双方同意请市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出面进行协调。调解现场由调解员、医学专家和法学专家组成了案件调解组，调查询问双方在诊疗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以及索赔金额、后续治疗等方面的需求。随后，医患双方回避，由调解组成员集体讨论并形成合议意见后，再进行调解。说一个提醒医务，二个是当时及有没有诊断出他这个属于俗话说的水中毒。应该说，如果有经验，可能会早点预感到这个问题，早点预感个问题，早点这个拉离子是不是早点那个？对，所以说是有瑕疵在里面。他这个是不是符合诊疗常规的问题？从我们今天调解专家的分析，应该说是算一个罕见。水中毒，如果说医院有争议，确实没有预见到，导致了方方出现这个损害后果的话，那医院也应该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调解组合议认为，医院方面在手术过程中对患者体内的电解质评估存在不足，未尽到专业谨慎的义务，与患者水中毒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存在一定关联，但也不排除患者自身存在个体差异的因素，建议医院方面考虑适当赔偿。最终，医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医院方面将赔偿患者60000元，并对患者的肠息肉继续治疗提供便利。据了解，去年市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共受理并组织调解医患纠纷116起，已调解成功101起，动态调解成功率达到87.1%，索赔金额3250万元，协议赔偿金额955万元。今年第一季度共受理27起。如果说确实发生了这个医疗纠纷，我们建议就是我们广大市民一个，首先就是要求这个保存证据啊，就是封存这个病历，然后进一步收集这方面的证据材料。记者王玲玲、黄超报道。今天是农历2月初2，在我国传统民俗中呢，有2月2龙抬头的说法，寓意着万物复苏。在这一天呢，大家要去剪头发啊，有理去旧发、辞旧迎新之意。而在咱们闽南民俗中，今天又有什么讲究呢？一大早，仙乐山土地公庙就迎来了大量的信众排队在焚香顶礼。信众们说，按照闽南传统，农历2月初2是土地公的生日，所以大家都纷纷前来供奉，期许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平安顺利，生活美好。每年都会来，心里就觉得来拜拜可能对店铺啊生意会比较好一点，祈祷一年顺利吧，幸福平安安康吧，家人的健康啊，然后是生意上的顺利啊，然后国家的繁荣吧，昌盛吧。由于每年农历初二，仙乐山土地公庙都会迎来大量信众，所以今年土地公庙方面也增加了保安和义工，与公安部门共同来维持现场秩序。为了做到文明礼拜、保护环境，土地公庙外的金纸炉也进行了改造，增加了环保烟囱。把这个抽到底下来，这个箱子里面做一呢净化。我们呢，上面呢如果有烟，就是一个水汽吧。除了敬奉土地公外，剃龙头也是农历2月初2的一项习俗。在这一天，大人小孩要理去旧发，辞旧迎新。上午，我市一些美发店也都迎来了不少客人。今天上午这个时间段的话，跟平时相比的话，人都会多2倍。平时10点，今天9点。市民张先生就是特地来理发的，虽然头发还不算长，但张先生说，按照习俗，一定要在今天修剪一下，讨个好兆头。2月2龙抬头吗？对啊。有什么寓意呢？就图个吉利呗，是吧？事业有成，应该是这样子的吧？是以前是每年都会这样吗？差不多。剪一个头发，就是说要迎接新的开始嘛，然后春天也到了嘛，这样天气这么好，然后精神面貌也会好一些。记者熊伟、杨仁杰报道。下一集还将看到女子为考验男朋友爱钱还是爱她，谎称被人绑架。
如果在公交车上听到有人喊抓小偷啊，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面对这样的问题，953路公交车司机王建设师傅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的表现也得到了大家的点赞。感谢王师傅积极协助警方抓扒手啊，希望你在今后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啊，要继续勇敢地站出来。3月4日中午接近1点的时候，在厦门北站公交站，王建设师傅跟往常一样在公交车上候客准备发车。正当乘客陆续上车时，王师傅突然听到后车厢传来扭打的声音。从后视镜一看，其中一个人还拿着手铐在向王师傅求助。就有那个人就喊着是国市警察在抓小偷，让师傅赶快过来帮忙。看到其中一个人就拿着手铐，我就认定他是警察或者是反扒队员。王师傅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冲到后车厢协助反扒队员制服了小偷。很快，另一名反扒队员也来到了车上。这时，王师傅赶忙安抚车上的乘客，并有序将他们疏散到另一辆公交车上。根据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民警的调查，事发前，这名小偷刚刚在公交站台上偷走了一名女士的手机，正好被现场的反扒队员发现。对于王建设师傅的义举，警方也表示称赞与感谢。尽我自己一个力所能及的事而已了，相信如果比较有良知的那个市民碰到这种事情，也会第一时间勇敢地站出来的。记者胡兰兰、何红玲报道。昨天晚上，市公安局特勤大队民警在环岛路设卡盘查，先后4名驾驶员因为酒驾和醉驾被查，而为了逃避执法，这些人也是花样百出。昨晚9点，市公安局特勤大队民警在环岛路设卡对车辆展开盘查。当晚11点多，一辆本地牌照的白色小车突然在设卡路段前方停了下来，司机下车打开了引擎盖。这一异常举动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立即上前对车主进行询问。你那个车没问题吧？啊，车有点问题。啊，有啥问题啊？也没什么油了。没什么油啊，大问题没有。你刚才车盖为什么掀开啊？它没油了，刚才熄火了。民警经查发现这辆车根本就没有问题，油箱里也还有2格的油量。民警现场对这名男子进行了吹气酒测。嘴巴张开吐气啊、哦、嘴巴张开。来，叫你停你再停啊、哦、持续吐气。好，73、好，酒驾还不是醉驾。证据面前，这名男子承认他在晚饭时喝了一瓶啤酒，为逃避执法才编造说车子没油了。正当民警对这名酒驾司机开单处罚时，前方设卡路段一辆 SUV 越野车突然加速要闯关。我们已经示意他停止了，但是他没有停车，继续加油门往前开。我们都已经把水马油推出去了，直接撞过去了。把车辆拦下后，民警立即将这名一身酒气的司机控制住。经过吹气酒测，这名司机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179毫克，属于醉酒驾车。你喝了多少啊？晚上3瓶啤酒啊。知道喝酒不能开车吗？是。在昨晚的检查行动中，市公安局特勤大队民警共盘查人员120名，车辆47辆，其中有2人酒驾，2人醉驾，这4人都被移交辖区交警中队进一步处理。主要是针对酒醉驾、毒驾，包括改装车，以及这个管制刀具、危险物品进行专项的一个检查。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存在的侥幸心理，酒后驾车既危害公共安全，也对自身的安全造成了一定的侵害。记者龚佳、黄超报道。女朋友被绑架了，绑匪啊微信发来了勒索的信息。近日，一名男子心急如焚地到海沧信阳派出所报警，最终呢，在多方警力的努力下，绑架的女子很快被找到了。但是，这个所谓的绑架事件原来是一场闹剧。3月10号晚上，家在海沧的宋先生打开手机，看到几条女友发来的信息，结果吓了一跳。内容显示女友已经被人绑架，对方要求宋先生带上30000元到海边赎回女友。信息里还附上了女友被捂嘴哭泣的语音。宋先生赶紧向信阳派出所报警求助，警方马上成立专案组，并协调多方警力侦办。通过排查，民警发现受害女子当天下午已经离开了厦门。经过我们一晚上合成专班所有民警的努力，
然后包括就是说我们根据线索然后提请省公安厅协助，我们是在第二天下午的3:45，在宁化警方的协助下，在闽赣交界处的收费站将大巴车拦截，受害人自己一个人非常自在的在大高速大巴上坐在座位上，一切显得非常的平静，自己的手机也在自己的手上。经查，女子杜某今年28岁，来自贵州，她并没有被人控制。当天她准备回老家，为了考验男友对她的感情，借此机会通过微信自编自演了自己被绑架的过程。这场闹剧不仅浪费了警力资源，杜某也要接受处理。因实施谎报案情的违法行为，杜某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请广大市民群众珍惜警力资源，谎报案情会造成警力资源的浪费，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将被警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处理，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追究法律责任。记者玉博飞、吴国豪，特约记者林景报道。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来关注空气质量情况。好，我们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监测结果显示呢，今天评价空气质量各项指标，二氧化氮、PM10、PM2.5 的浓度在良级标准，其他指标都在优级标准。到了晚上7点，我市空气质量指数是51，空气质量微良，首要污染物呢是 PM10。另外，今天是周末，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本周我市各区的一个空气质量排名情况。本周，集美区的这个空气质量最好，其次呢是同安区、海沧、翔安、思明。还有湖里区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是二氧化氮、PM10、PM2.5 的浓度偏高了。法国的一家新能源公司推出了一种新型的树状的风力发电机组，它不仅克服了传统风力涡轮机的一个局限性啊，即使在低风速下也能发电，而且造型美观，看起来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今天的绿色小常识，我们带您了解一下。杰罗梅·查德是一位电影编剧、作家、环保人。在一次公园散步时，他感受到微风拂过头顶与树叶的沙沙声，激发了他的创意。于是在2011年创立了新风公司，开始研发风力树。从2013年第一个原型机开始，经过几次换代之后，风力树越发完善，并成功于2015年5月在巴黎展出。风力树上的每一片塑料叶子中都内置一个微型涡轮发电机，可以保证在旋转时不发出任何噪音，叶片的响应速度为2米每秒，也就是说在微风情况下也能够运转工作。一棵单独的风力树能够提供2.5至4000瓦的发电量，足够15盏路灯用1年，或者满足4户家庭的电力需求。钢树干和 PVC 塑料板制作的叶子都是可以更换的，因此可以长期使用。一棵风力树的成本大约在3.5万美元，约合22.6万人民币。去年，一家瑞典银行安装了第一棵风力树。杰罗梅计划今年在欧洲以外扩张，希望这棵树有朝一日能与其他的发电方式相结合，为节能环保做更多的贡献。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气扩散条件还可以。预计明天我市空气质量等级为良，首要污染物是二氧化氮。好，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